纪念日 也还没到啊，没有，十八号啊。我给你个提示，今天是光辉的日子。光辉，我祝我们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光辉，母亲节。今天呢，我们要为了这些辛苦的妈妈们，来为他们来找寻一些让他们变漂亮的方法。出去就会有人搭讪，这么厉害。我跟你讲，我带你出去，你要看好我，然后我就被搭走了。这边那么厉害，好悲。没有打完肉毒都这样哎。因为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演艺圈的前辈哦。当天录影或当周录影的时候，不晓得惊讶什么。对啊，肉松靠音波，皮松靠电波，皮肤比较松，然后包含合并有浅层细纹的。看地啊，我捏捏看。这边会发的发的晃的话，是算肉松还是皮松？那就电音双波。对啊，一样都双管齐下就好了。刁蛮，你好松啊！不准上班太久。你怎么会那么松啊？警长，帮我评估一下，算是松吗？其实可以，可以大力一点吗？那我就不客气了，其实阿 Ben 呢，真的是合并包含肉松跟皮松，就可以两个一起结合的话，打电音双波效果当然是最好的。维持多久呢？会因为每一个人的皮肤状况、打的发数，还有他的生活习惯啊，有所差异啊。我们院所呢用的是 Scarlett 立体电波，第一次使用完呢，它会膨化刺激胶原蛋白。那完整疗程呢为三次，那一个月做一次，所以整个疗程做完会建议是三个月。一个疗程做完以后呢，就能够让皮肤维持是一个很好的状况哦。诊所有很多顾客询问度非常高的，也是术后很多人很在乎的问题。其实为什么电音双波对于我们现在女性的朋友来说这么询问度这么的高又这么喜爱，包含执行长本人也都很喜爱，就是在于说它没有伤口，修复期也非常的短。那打完之后呢，它会有一点胀胀的，不过呢，它随着大概三天到一个礼拜之后呢，它的这些现象就慢慢的减缓。所以不管是在学校或者是一般上班族，或者是你其他的日常活动，其实你周边的朋友都不太会发现说你去做了什么。名人出来玩，我是阿贝，我是小可。今天来到这个灯光美、气氛佳的这边餐厅啊，接下来要吃哪？吃中式还是西式？还是法式？你可不可以不要一坐下来就想要吃，一躺下来就想要睡，好不好？躺下来睡才有生三个。好了，按名人出来玩就是要介绍好吃好玩的给大家，不是吗？我问你，今天什么日子？陷阱题，好好想一下。今天你生日九月啊，还没到啊，还没到。你生日八月啊，八月更不可能，不可能。纪念日也还没到啊，没有，十八号啊。我给你个提示，今天是光辉的日子。光辉，我祝我们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光辉，母亲节。有很多妈妈朋友们，或者是年轻的刚结婚的人，或刚生完小朋友，他们都想要很美很美，三重的三比八，三比八，三小姐，三太太。今天呢，我们要为了这些辛苦的妈妈们，来为他们来找寻一些让他们变漂亮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其实呢就不能够随便就问，你不能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出，你请问你知道怎么变漂亮吗？他把你送到警察局，所以要到一个专业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一个神秘的地方，这地方听说从这边进来出去就会有人搭讪，这么厉害。真的假的？我跟你讲，我带你出去，你要看好我，然后我就被搭走了。这边那么厉害，好飞飞啊！去哪里？去哪里？你要去哪里？我来了，你要去哪里？
呢，陈执行长。执行长好。Hello， 两位主持人好。好，我们刚刚呢，其实在前面已经讲了一大段了，就是真的在现在呢，每一个人都要求外表看不出来你几岁的一个时代，是每个人都希望呢，我们可以把年龄放在银行里面，这辈子都不要碰到它，而且不要再拿出来了，不要有利息，不需要叫我提出来，不需要。但是呢，又真的很怕，他又一辈子跟着你，甩也甩不走。所以有没有办法在现在的这个移民时代里面，让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全面性的紧致跟抗老呢？好的，那我来解说一下。其实抗老呢，老化这个话题呢，一直是女性很在乎的一个话题。是。那抗老也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是的。现在的女性朋友最喜欢问的、最关心的话题就是电影收入啦。所以抗老几次可以用电音双波直接合在一起，当然是可以的。因为以前听说的好像都只是好像比如说有一些打一些玻尿酸啊，打针的方式，那现在已经进步到用电音双波就可以。我有打完肉毒都这样哎。因为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演艺圈的前辈哦。打完之后，当天录影或当周录影的时候，哎，不晓得惊讶什么，对啊，眼睛会一直掉。现在已经用跳脱了这样的方式，然后可以结合掉紧致跟抗老。但是我还是有问题，刚才执行长讲到电音双波，对，感觉就是一个套餐，但它跟那个电波跟音波差别在哪里？好，我来这边我来解说一下。电波呢是利用 RF 加热作用呢，在于皮肤比较表浅的地方作用。那音波呢，它可以作用在比较深层的部分，打在筋膜层的地方作用。所以说呢，电波跟音波呢同时结合的话呢，就可以做到深层跟表层的一个结合。就是跟你棒球队一样，这是捕手永远就没有棒，打击只有棒。哎呦，废话。双管齐下的话，我可以穿着捕手护具，又可以打球。那这样子会不会赢不了分呢、啊欸？可是哦，就执行长讲完之后，你就对于这两种不一样的层面有效果了，是，可以依据你现在不同的状态，经过评估之后，然后来做施打。但是电音双波就是同时间 mix 在一起吗？也可以呀、啊。这边有一个口诀哦，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记着哦。肉松靠音波，皮松靠电波。肉松靠音波，皮松靠电波。是的。那如果我在抖的时候，这边会啪啊，都啪的晃的话，是算肉松还是皮松？那就电音双波。对啊，应该都双管齐下就好了。朋友啊，看着你就不要懒惰，你就甩一下你的脑袋，看一下这两块肉有没有动，甩。有啊，还是会。你要吗？你搞什么？不准放坏动作，你不准干嘛？你怎么会这么自控啊？那什么样的这样的机型就可以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它打的部位的不同？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哈，假使我们的皮肤是呈现是一个立体的状况，是。那皮肤的部分呢，也会分为有深层，也会分为有表层。那表皮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是电波，它比较像是加热的原理，像熨斗加热的原理，可以把我们的皮肤抚平、烫平的一个原理。那如果说是在筋膜层的话呢，它因为它打得比较深层，所以它会作用在于筋膜跟脂肪的这一个部位。那这样子我们的脸型就会看起来就会 Q弹的啦。那我想问一下执行长，因为我本身哦是比较怕痛。那刚刚听你在讲说一直在讲说打进去那个表面或是深层，我这样听起来就觉得有点痛。我想说一下执行长真的会。痛感会因为个人的一个承受的状况，还有医师操作的手法也有关系。那当然在我们诊所端呢，也会先做术前，也会先上麻药的部分。那以执行长个人这么怕痛的状况之下，我也很怕痛。我女生很怕痛，我也蛮怕痛的，我都可以忍受。那所以说怕痛的问题呢，是可以降到很低的，不用担心。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在
现在有很多不一样的人，有些人是上班族，有些人可能是学生，对，我想大学生嘛，就开始已经入社会，可能都还在进修的学生，有些真的是产后的妇女们，甚至是已经中年的男性朋友，我相信这些人都应该是现在医美很重视的很重视医美的一群族群。那你有没有建议哪一些人适合来打这个电影妆？好啊，那如何分辨你比较适合哪一个品项呢？你可以拉拉看你的脸哦，如果你的脸是肉肉的，摸起来是肉松的，想要达到紧实的拉提的效果的话呢，就可以选择是音波。那如果你是比较瘦，皮肤比较松，然后包含合并有前程细纹的，看地呀、啊，我捏捏看，我想要捏捏看你是哪一种，我怕你会捏到隔壁房。因为我是属于我也是属于脸瘦，但是肉是有点瘦。执行长帮我评估一下，算是松吗？其实可以，可以大力一点。那我就不客气了。其实阿 Ben 呢，真的是合并包含肉松跟皮松，就可以两个一起结合的话，打电音霜的效果当然是最好的。那这样子，刚才像你讲的，刚才我们可能想说，以前在做医美的时候都是要小针的植入，就是可能会有针孔，但电音霜波这个会有所谓的修复期，或者是有一些开放式的伤口。我们诊所有很多顾客询问度非常高的，也是术后很多人很在乎的问题。其实为什么电音霜波对于我们现在女性的朋友来说这么询问度这么的高又这么喜爱，包含执行长本人也都很喜爱，就是在于说它没有伤口，修复期也非常的短。那打完之后呢，它会有一点胀胀的，不过呢，它随着大概三天到一个礼拜之后呢，它的这些现象就慢慢的减缓。所以不管是在学校，或者是一般上班族，或者是你其他的日常活动，其实你周边的朋友都不太会发现说你去做了什么。到户外去，甚至可能有些上班族想要上淡妆，所以基本上没有伤口这件事情就很棒。因为像以前，比如说打完之后，可能啊会规定说，你可能一个礼拜不能上妆，反黑啦，不能够晒太阳，你得晒太阳，你得有斑，我就限制会很多。那我想问一下执行长，如果说我真的来做一次，我现在比较在乎，我真的来痛一次，来体验一次的话，那我可以撑多久？这个效果可以维持多久？可以维持多久呢？会因为每一个人的皮肤状况、打的发数，还有他的生活习惯啊，有所差异啊。我们院所呢用的是 Scarlett 立体电波，第一次使用完呢，它会不断刺激胶原蛋白。那完整疗程呢为三次，那一个月做一次，所以整个疗程做完会建议是三个月。一个疗程做完以后呢，就能够让皮肤维持是一个很好的状况哦。那建议呢每一年做一次保养。那为什么要选择立体电波呢？其实大多数的电波都是从表层打进去的，但是这样子表层呢就很容易承受到比较大的一个能量。那立体电波呢是用针带入能量的，所以可以减少表皮的一个负荷。那针对比较浅层的皮肤呢，也可以达到一个肤质改善的效果，也可以达到飞梭的效果。那另外我们院所还有提供了 PRP 的生长因子，在电波治疗的同时呢做一个导入，同时也可以提升微创伤口的修复哦。音波的话呢，我们本院所提供的是第三代海福音波，有别于其他的音波仪器或者是旧款的仪器，在探头上啊就有很多的选择性哦，也可以针对实际的需求去做精准的改善，连身体都可以用哦。而且因为是韩国制造的，所以会比较适合我们东方人的脸型。那它的探头呢是比较轻巧、比较细长，而且是容易敷贴的，而速度上呢也会比其他的机型还要快，等于说是速度取代了痛感。那仪器要怎么选呢？各家有各家的技术啊，最主要的还是要能够最安全达到我们的肌肤里面。那跟医生的技术有很大的关系哦，就像网络说的那一句话，弯得过去是拓，弯不过去是偏。每个仪器呢都各有所好，所以跟医生的技术也是很有关的哦。今天真的谢谢执行长，就带来这么多专业而且跟美相关的资讯。那真的啊，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都希望自己可以变美美帅帅的，最重要的就是光辉的五月。五月哦，
跟各位爸爸们、老公们提醒一下，如果你要送花，先等一下 ，hold 一下，哦，如果要订餐厅，先 hold 一下，要送对礼啊，好不好 ？Happy wife, happy life， 好吗？不如这个时间呢，就让老婆去体会一下，好不好？也可以啊，嗯，我也可以、啊。鸡跟肉都那么松，好啦，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婚姻，或者是男女朋友，或是你自己，我觉得都要善待自己的样子，然后善待自己的心情，因为毕竟看到自己漂漂亮亮、帅帅气气，你的心情都会变好。但是真的啦，就是要搜寻专业的知识，然后找到专业的诊所，然后来做专业的诊疗，这样自己才是真的很完美的哦。谢谢执行长，谢谢两位。